感谢大家参与支持107年节电奖励活动，已经有超过900,000的用电户报名参加，现在报名时间再延长喽。6月30前报名，可追溯自今年1月起整年度的节电量都可以获得奖励。准备好电号及基本资料，就可至台电网站报名。超过85%的用户都透过网路快速完成登录。不习惯使用网路的民众，可拨打1911客服专线，或到各地服务据点办理。只要每期电费单的用电量较去年同期有节省用电，当期电费就可获得至少84元的奖励。一年有6期的电费单，这就是大家近来耳熟能详的504。好多用户都报名登录了，您呢？快来一起节能省荷包！